你真正，我讲二十一世纪一个正妹，你会晓煮饭？真的，我以前不会煮饭，家事真的也都不太会。啊，但是迄是因的时代，然后要求你煮饭，还是你家己想要煮的？他会要求要煮饭，所以我从零到会煮。你，我冤枉哦。我是现在煮，我就是东西咪拢有煮就可以的啦。啊，但是，我但是你啊，我可能连早顿嘛家己煮吧。早上我们会用电锅就蒸一个馒头或面包这样子。啊，但是面包嘛是先顶食，唔先去买的嘛。哎，婆婆会做，婆婆会做那个馒头。啊，但是伊唔是讲伊母啊，怎嘛无啥多来食？对啊，啊婆婆会拿来，或者是请宝瑶去拿这样子，或是我们回去，她就会给我們。哦，就带来台中的地宝嘛。对，婆婆很好哦。婆婆带来七喜嘛。是吗？伯母想不到会来你家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今天是你母啊，寿金姐。对啊，我寿金姐啊，寿金姐啊，介绍你来看啦。对啊，来你徛过来，来寿金姐啊，我跟你讲，我较早都几啊年前伫遐算，我要拍 YouTube 前，我都一个寿金姐啊，想讲哦，就对有一个烟斗啊，迄个惊，啊，后来了娶到一个水的新妇，啊，后来后边佫有这辣椒毒啊。另外讲，这缘分也足奇怪哦。对啊，对，是唔够安尼较简单安尼，啊是唔够来遮，啊这个媳妇来遮佫会通煮饭。我讲你有咧煮饭，我真惊着。因为，那以我的想法是讲，啊就凊彩买当食，卖枵着对啊。但是家里有在煮，真是很方便的。你像我拢食饭拢无正常办法买，其实就是会觉得还是比较健康啦，因为少油啊、少盐这样。啊，你只要买什么新来买，甲阮苏经理也讲。婆婆人超好的，你跟我谄媚，我要跟你来开始。没有，婆婆人超好的，真的。婆婆还会就是有一些菜啊，会给我们，然后还有就是她会做一些那个面包跟那个馒头。你所以喊阮苏经济啊，讲话你用讲国语啊，讲台语。国语我不太会。啊，你敢会甲使呢？使。没，但是你讲话，我咧喊你讲话，你讲台语嘛，讲话真好啊。你讲你讲。有人有你讲你讲你。没人的时阵就厉害。哎呀，你有什么话要甲阮苏经济啊讲？啊，没有，就你还讲感谢你介绍我来看白同学，对，你另外介绍对啊，对，就开始讲了，十秒钟抓了。感谢苏晴姐啊，介绍白同学 DIY 教室这个频道，然后也交到这么多朋友跟白同学他们家里的这样。我真正足羡慕苏晴姐啊，竟然先换白同学频道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真干变嘞。